他在做什么? 你不也是这样吗？为了查杜景川，为了还江家一个公道，你活生生把自己从一个外科医生逼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现在好不容易知道他还活着，不打算和他相认吗？不用，他不需要知道我是沈相之。 凌晨12点，偷偷摸摸把我叫过来干嘛？一起吃宵夜啊！我看你晚上都没怎么吃饭。回望昨日海棠，无语晨光，寒冷到带风，有几抹斜阳照你。 这面做的倒是很精致啊。吃吧，保证好吃。你个长余音绕梁，那双迷离眼眶，明眸转，笑嫣然，近来又佳，让我心如露窗。 这可能是我给你做的最后一碗生日。怎么样？好吃。两情相悦如往常，到世事无常，生变幻。 其实今天是我生日，我知道。啊，这么巧。 我知道我们不能一起出现，这里有光，下一次我们换个位置。不用，你有光就行，我可以待在暗处。